外遇黑手录影留念，原配抓奸。小李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都把名片放在新资料夹，这样就不会被家人发现了。谁说的？有个男的和小三性爱自拍影片放在电脑，就被老婆发现他都带小三去磨铁的奸情。怎么发生的？他偷偷背着老婆跟小三去开房间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反正就是外遇啦。他还把手机放在床旁边录影，拍下整个性爱过程。太害羞了吧？害羞什么鬼啊？还没结束嘞，他之后把影片存在电脑留作纪念，老婆大人用电脑时发现，怒告两人妨害家庭。那这段婚姻有居居吗？我回不去了。没有啦，他向老婆忏悔，老婆就撤告了。检察官还是依妨害家庭，将小三申请简易判决。不要偷吃啦。